投票最后倒数，罢韩游行不断，非韩不投要祭出投票率。韩市长低调再低调，要用兵处理化解危机，要支持者别投票，市长盖牌会不会影响结果？年轻人将成为罢韩投票胜负关键吗？周晚间八点南部开讲，韩市长罢免案，台湾自治史上第一战，决战6月6号，高雄人如何做出决定？